以后你们上大学了，会不会来东北找我们呀？会，出来吗？哇哇哦，太棒了！早上就来光临我们的小家了。黄米窝头是东北的吗？是。冰冰每天就给我做这个粥，我实在是有点吃不动了。这个是零糖的，酸的，很酸酸的。还有这个苦苦的巧克力，嗯，这个要给阿岩一块，他不要，他已经不相信阿冰了。我刚才给阿岩一个东北的粘豆包，然后他可能吃的时候啪甩到地上了，然后吃回来他说牙齿不太舒服，要根牙签。我感觉我被安利失败了。快递到了吧？脸好大吧？脸还好，不大。我们那边说吃不说吃叫炫，你们叫架是吧？这就吃完了，不是吃叫造了了。摆弄东西不叫摆弄，叫骨头，也叫整。等会儿给他整吗？是玻璃盖卡秃噜皮了，就是玻璃盖破秃噜皮，你想就秃噜皮就掉了，就秃噜皮卡秃噜皮卡，就是当中卡崩，剪掉当中卡崩，哎，剪掉阿邦仔，这怎么了？就这坏了，就是那个猪脚放车往上厕所啊。哦，你家是几个呀？几个孩子？五个。你有几个姐姐？老四。三个。五个都不算多是吧？阿峰家是七个，他是老六，他是个老六。生十二个孩子是吧？生十二个。是一个人生的吗？一个人，不然呢？为什么你要算这么多呢？他家也很有钱吧？不知道，开那个小卖部。长大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上大学，然后去广州，去广州买房子，买车子。小朋友告别喽。阿星要又吃猪脚饭。他还吃猪脚饭。这边有一个野生动物马戏团，两个大车组成的。这是熊大，熊大，熊大，大狮子好可爱，像猫。你看看，它打哈欠了。咪咪，小心它哦。熊大，熊大，我找熊。哦，过来了。哦，小心你。我想吃你。你有多久没看过马戏团了？我小的时候啊，很小的时候。嗯、啊？我是网红。他叫猪脚心。我叫猪脚阿心，网红阿心。你家长得好看啊？长得吗？说你长得好看。谢谢夸奖哦。你是呢？十万粉大网红，全平台十万粉大网红。支持我的人，你看看，支持我的人如何面对？我们要去的这家店是快递小哥推荐的。嗯，转变挺快呀、啊嗯，不得转移话题吗？素颜被夸好看了，是吧？小朋友说的都是真话。你知道网友怎么说吗？说什么？冰冰，我求求你不要化妆了，你还是适合素颜，主要你是手残党。我上次画的那个眼线都飞到太阳穴了，他们会觉得好奇怪。我们走错了，无意间走入了居民的家里面。这边都是这种小小的道路，他们每个人都必备的电动车，不管是大人孩子。走出这个小线，我们就到达了这个市场。这里有家男装店叫阿新。我的产业在潮汕不少呢，冰冰。这里好热闹。问一问吗？好像三家都差不多。哦，谢谢哟。哦，要的就是这种烟火气啊，这感觉来了。哎，绿豆饼吗？什么饼呀、啊？这是什么饼？绿豆饼。我要绿豆饼。三个4.2，它那个是每一个分的挺精确的。来吧，猪脚饭。哎，哎呦，猪哥昌，猪脚饭，这是正宗本地吃的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绿豆饼。啊，很好吃，吃了一口，非常非常香。哦，这边坐上了。哇，坐。哇，卷张。哎，这感觉真好啊。坐。这还有是纯肉皮的。啊、哦，每个人点的不一样。哎，一瞬间从我旁边偷偷就送过来一碗饭，我好快啊！我看着好像不一样。大哥，你这是什么饭啊？这是鸭肉。鸭肉的，嗯，炒鸭肉，鸭肉，哦，鸭肉，嗯，这个绿豆饼冰冰超级爱吃，来吃，来这吃，超好吃的。哎，我们都要走了，好像才发现真正好的东西。对，但我还没吃呢，不能这么早下决定。阿新现在吃猪脚饭特别瘦肉丝加肥肉，有经验，带一口米饭。这边呢，其实就是市场，然后大家看一眼，这边都是卖货的，香不香？
真香，20块钱一把。它这个肉给的非常多了。还有一个阿星卷香，阿星糖点卷香。我告诉你，他超级厉害，每天都吃猪脚饭，我都已经吃不下了。老板娘说你可以了，再用猪脚饭这么多给你干这些。好价好价，好价好价，得到了老板的夸奖。我直接更卖力了。猪脚心名不虚传，猪脚心。猪脚饭终于来到了正宗的龙江猪脚饭，这边人都很好的啊，拜拜。男人的浪漫，真是男人的浪漫哦，全是男人，就我一个作陪的在这吃绿豆饼，加保卫呀。到饱了，这边都是烤鸭肉，哦，好香好香啊，加饱了。大姨说来这里嫁，我就听说嫁，我就说让我去。完了，冰冰，我嫁宝了，我都。我们怀行中国第三次。嗯。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移民之地呢？你这个就故意引导我吗？就是这里啦，就是龙江这里啦，这里边有阿新开的服装店，有生意可做，有阿新的卷张可以吃，是吧？还有阿猪脚心的就还可以加个卡蹦啊，很好吃啊。好家好家。